于2012年正式投产运行，总投资4亿元人民币，可加工大豆油、菜籽油、葵花籽油等油品。建成投产后的大豆最高处理量可达到2000吨，主要生产车间有预处理预榨车间、浸猪车间、精炼车间、油品包装车间，辅助生产车间有原粮接收仓储系统、破库、油罐区粮接收仓储系统，是大豆制油项目工程第一个重要工序。从港口运来的大豆经下粮坑接收，经清理去杂后，由水平刮板输送机分配至各个桶仓进行仓储，可同时进行倒仓及发放作业，最后通过刮板输送机送至预处理预榨车间计量、筛选、磁选、比重去石等清理后，经调制烘干、二次脱皮送入压胚机进行压胚，胚片由输送机送至膨化机，膨化后的料经冷却干燥送入进出，斗升机进料口、清理筛、去石机等处均配有吸风装置、沙克龙旋风除尘器、低压脉冲除尘器，经布袋过滤除尘，达标的空气排入大气，用正极碗进出，得到进出毛油的过程。生产过程包括进出、湿破蒸脱、混合油蒸发、毛油脱胶、溶剂回收工序等。预榨车间送来的原料由进料刮板输送机送入进出器，物料在进出器中由进料口到出料口旋转一周，经浓度递减的混合油喷淋浸泡后，最后用新鲜溶剂喷淋，经过一段低干区沥干后，被连续送出进出器，进入湿破刮板。最浓的混合油油泵经自清式过滤机后，打入旋叶分离剂除杂，后进入混合油罐暂存，进出毛油由气体塔底部抽出，再经一蒸混合油进行热交换后，经毛油冷却器冷却送入毛油脱胶系统，脱胶油进入车间外脱胶毛油储罐。多年来的科研技术开发与工程经验的总结，我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艺技术与设备，在油脂精炼、分提、脱蜡、油脂化工等专业领域里，拥有国内同行业领先的技术和装备，保证的精炼车间工艺技术及设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。在油脂检炼工艺中，我们采用化学精炼工艺和物理精炼工艺相结合的模式，提高精炼率。脱色过滤机、吹柄技术和先进的脱臭塔技术，是精炼车间的设备技术保障。脱臭塔为该工段的关键设备，我们采用了脱酸效果最好的软塔结构，塔底材料为不锈钢，塔的上层是填料层，下部为层板式结构。本塔是最适合于物理精炼的组合式软塔。脱臭工段真空系统设计了水环真空泵，可降低缩短开机时间，节约大量蒸汽，且系统真空稳定。自控系统是现代精炼与分提车间的神经网络，该网络的成熟与可靠性决定着生产的稳定性。经过多年来众多精炼与分提项目的开发试验改进，直到成熟，我们取得了丰富的经验。我们的生产自动控制程序和系统经受了高温、高湿、震动、电磁干扰，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。在硬性方面 ，PLC、编程软件、传感器、控制阀门采用国际知名品牌。油泵房是整个油罐区进出分配的控制中心，油品的接受和发放均通过泵房进行中转。油泵房内配置了离心泵和螺杆泵，用于同时还能定期清罐或导罐处理。包装线4条均采用成熟的自控系统和先进技术工艺，有效降低工程造价和管理成本，减轻员工劳动强度，提高工作效率。结构上通过大行车的纵向行走和小行车的横向行走，
及悬臂输送机的升降和360度多圈旋转，确保马舵机在库房任意位置进行堆包马舵。通过控制电机旋转来控制升降输送机的上升高度，以保证规定的马舵高度。独特结构的拦包装置，确保拦包间隙均匀，不夹包、塞包，效果良好。化验室除配备正常化验仪器外，还配有气象、液相色谱仪等高端实验仪器，总投资300万。油品包装包括小包装线3条，中包装线1条。配置主要设备有灌装机、喷码机、瓶盖提升机、贴标机、全自动压盖机、分瓶系统、开箱机、装箱机等。为完善项目配套设施建设，设计了出清车间烘干塔和菜籽日仓、大豆日仓、锅炉车间、变配电、浓香油车间、地泵房等项目。